在科学中，火山一直被定位世界上自然灾难中最强危害的一种。只有有火山出没的地方，基本上在周边就会出现生物灭绝的迹象，更不用说什么杂草等，根本都不会存在。那么，火山喷发所致危害到底有多大呢？可能现在的我们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从未亲身体验过，我们只从科学家研究数据中获得了他们的威胁指数排名。其实，超级火山爆发所携带的岩浆与灰尘可以吞噬一座城，将整个地球带入黑暗。但这并非危言耸听，这种自然灾难曾在欧洲大陆真实上演过，就是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，数千万吨的熔岩和炽热的火山灰将庞贝古城掩埋在地下，突如其来的爆发造成数万人死亡。这座因火山沉睡于地下1700年的古城，直到18世纪才被挖出来。从此，超级火山成为地球自然界杀手之一，并排在了首位。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附近有一座 Solfatare 火山，科学称这座火山又是一座超级火山，随时可能爆发。更加恐怖的是比黄石公园超级火山还要恐怖一些，这座火山附近居住高达300多万人，一旦爆发，火山直接灭的不是这300多万人，而是会引发一个全球性的灾难。科学发现这座火山在20万年前爆发过一次，当时欧洲地区出现过全地区长达1周黑天的情况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在2010年的科学报告中称，尼安德特人可能就是在4万年前灭亡的，也是这座火山的一次爆发造成的。并且离我们最近还有一次，就是1538年，这次爆发的时间长达8天，在海岸上创造了135米的 Mountain Lava 火山堆。科学就对这座火山开始实施技术上的监控，希望能够在火山爆发之前预测到，给停留在这里的300多万人一个预警。但是预警只是预警，但却预警不了它的喷发速度。一旦爆发，这300万人又该怎样呢？小编此时有一个不好的想法，如果这些火山轮流喷发，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？还是不要想了，但愿不会有那么一天。